时间是凌晨的1:01，请管路况导航。请关心到台北市这边是环河快速道路万板大道到华中桥，往南的方向有大型标志杆的更换工程，占用了一个车道进行施工，现场有摆设交通锥，还有夜间警告标志，经过的朋友注意了。台北市基隆路往北，在罗斯福到基隆路三段155巷口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状况。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外侧车道施工。台九线要注意一下，在 173.3 到 173.8 公里之间双向景文隧道灯具检修，那麻烦经过的朋友遵行人员的指挥。国道一号稍早说，北上在林口的出口这边哦，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，那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，所以请经过的朋友注意一下。台64线捷运环状线施工，中和二到新店往西的方向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。有任何的路况消息，请你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之下告诉我们，可以拨打的是0800-000-123。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，警广祝您行车平安。